寒冷的冬天来了，过冬的东西要添置起来了，羽绒服、保暖衣、冬季运动装备，想要温暖而惬意地度过这个冬天吗？今天小编就为大家盘点一年一次 Costco 冬季限定产品，一次性把温暖带回家。视频开始前，请点击红色按钮关注我们的频道，点击右下方的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最新视频了。一三合一保暖外套，$44.99。据北美省钱快报用户称，这款保暖外套 Costco 每年冬天都有，内胆是深蓝色的，面料和填充物都是聚酯纤维，外层的冲锋衣是略硬挺阔的面料，含 15% 的棉，有白色和红蓝拼色两种颜色可选，内胆不厚，但冲锋衣外层防风，里面有一层跟内胆一样质地的菱格衬里，本身就是一件半厚的外套，加上内胆一起穿就更保暖了，做工还算精致，外加这个品牌的衣服国内外差价很大，更凸显了实惠。二，平价羊皮毛毛拖鞋，$24.99。毛毛拖鞋有男款女款，是 Costco 的自营品牌出品，女士的有可爱的毛毛边，男士的很简洁，设计不同，但都是羊皮鞋面和衬里，每年冬季都能在 Costco 看到他们的身影，很多小伙伴都入手了，表示质量不错，穿几年没有问题，完全可以作为某牌的平价替代品。女版鞋码有美国码6-11号的，男版是8-13号。三，防寒夹克外套，$149.99。这款聚酯纤维的北脸防寒夹克外套非常的轻便，保暖的同时又不会觉得很笨重。四，平价山羊奶护手霜，$9.99。这是最近 Costco 在卖的天然山羊奶滋润修护护手霜，$10可以买到5支28克装的，超高性价比，自己用的话绝对可以扛过整个冬天，香味都不同，每一个都很好闻，完全不会有想象中的羊膻味，涂起来质地不会厚重黏腻。羊奶富含蛋白质、脂肪、铁和大量维生素，它的 pH 值和人体皮肤的 pH 值几乎一样，很容易被吸收，让双手保持滋润。五，冬季羽绒服，$149.99。 Costco 的羽绒服真的不要太划算了，这个我们在官网看到，再搜一搜别的商场的价格，感觉找到了宝，赶紧汇报给大家。填充物是50%的羽绒，保暖性不错，帽子上的大毛领即使装饰也可以帮你抵御寒风，可以拆卸清洗方便。六，电热毯，$59.99-$99。冬天被窝凉凉的感觉最难受了，有了电热毯就有了钻进去的勇气。每年一入冬季， Costco 店内和官网就开始卖电热毯了，品牌和尺寸选择很多，建议大家购买有定时器的款式，可以暖暖的入睡，也不会因为被窝太热或者忘了关而担心。比如网上有售的这款，就配了编程定时器和安全加热设置，10小时安全关闭。七，足部热按摩仪，$89.99。一切带来温暖的东西都在冬天变得格外治愈，这款足部按摩仪的加热功能就特别贴心，再加上能给足部提供不同模式的专业按摩，揉捏按摩力度到位，选择温和的模式可以带来舒缓的按摩体验，深层揉捏的模式可以让疲劳紧绷的肌肉放松，空气按压模式会模拟按摩师的手，十分享受。八，电影礼卡，$35.99-$119.99。在节日期间， Costco 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种类的节日礼卡，在这里我们推荐大家电影卡，因为年末电影很多，以折扣的价格买电影票，刚好去多看几场岁末大片，当做礼物送的话也不挑人，大人小孩都用得上，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使用有效期和使用地区。九，雪地穿越鞋，$89.99。这个系列是专为在积雪的环境中徒步登山的用户而设计的，喜欢户外运动的人有了它，冬天也可以自如地锻炼了。套装里面包括一双雪鞋和配件，还有一对雪杖，雪鞋可以套在普通登山鞋外部，有轻易就能穿脱的设计，还有提拉跟脚的系统，能在攀登斜坡的时候缓解小腿压力，甚至能在山坡上跳一曲野狼 disco。 除了展示这一款产品外， Costco 官网还会在冬季上货很多其他雪上运动的配套装备，可以多加留意。十，节日限定产品，之前的视频我们有介绍节日大礼包以及12月海报优惠和美妆护肤品，很多都是冬天节日季才有的限定产品，还没有看的朋友点击结尾的推荐视频就可以观看了。
以上就是我们盘点的 Costco 冬季限定产品，你还有什么推荐吗？欢迎给我们留言。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，记得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别忘了关注我们，下期见，拜拜。